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真替你开心。你整个的表现，加上跳完之后的状态，给后面所有上台的选手一记非常非常这个稳的一个定心丸。是我吗？我怎么感觉你这怕是？那就来，接下来上跳台的就是秘密了哈。秘密，看完红尘小妹妹的表现之后，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平复一点？加油！我觉得。 虽然说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但是红尘都那么棒了，我们也要加油。是啊 ，OK， 加油！好嘞，到了到了，准备一下，一定要跳成功。第一次正式，之前都是练习的时候。原来先跳的时候是没有教练的，哇！ 加油，周敏！其实因为在上面已经挺紧张的嘛，你又觉得大家都在注视着你，你不能让大家失望，也不能让自己失望，所以那个心理压力会更大。挺紧张的，周敏哈。秘密，加油！啊！谢谢大家的鼓励，我今天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，我的队友们，所以大家都特别了不起，所以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，加油，一定成功。 秘密，准备好之后随时举右手告诉我们哈。OK， 5、4、3、2、1，加油，准备！ 其实我没有飞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感觉我的身体是撞到了那个雪地上，一闭眼一睁眼的时候，已经是在雪地那个垫子上了。我就听见有 camera 就是过来的声音。这个时候我要说，我没事，我不疼。<笑>没缓好，哎呦，来，秘密。 刚才是不是在起跳的一瞬间有点小状况？我起跳不记得，这才过去5秒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空白的。不是，这是完全空白的。我也是，这完全空白的。这才过去5秒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空白的。我也是，这完全空白的。这才过去5秒，我跟你讲，这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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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全空白的。这才过去5秒，我跟